大家好，下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款 G30DAS 炒菜机。那么这个是燃气的燃烧方式，加热方式，然后右边呢是一个触摸屏的操控，这个呢是一个调整锅角度的一个手柄，可以调节锅的角度。因为我们这个机呢，它是底下焊的轮子，所以说有点动。我先固定一下。可以了。下面呢，我们先演示一下打火的情况。手动学习，锅转，现在是高速，五档，这是五档的火力，四档，三档。